老子真贱他妈的！我玩到，没人补枪，我操！我操，你在一楼了吗？<笑>我听着在一楼，我就直接跳一楼去了，第一时间。顶顶二哥，漂亮，房子有人，倒一个，漂亮。二哥认真了，二哥认真了，我操，二哥都不跟我们开玩笑了。 什么意思啊，这兄弟？我操！哎，楼顶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厉害，小心点。 我没打到他。翻出去了。啊？嗯。发生了什么？是啊，他从后面门外打我，我就直接拉回来打他了。我操！近点来人了。哪里啊？这个位置丢的嘞，二标。 我三刀好像，我中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死了死了，捡点饮料，拿把他的枪，怎么了？我操，这是个挂是吧？不知道，这是个挂，我跟你说，他打我这个好夸张，我不知道，我跳下。